三个从天而降的怪异物体看起来不可思议，人们纷纷围观。你以为地球周围的太空黑暗寒冷空无一物，实际上的地球周围太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造卫星和太空垃圾，有时候偶尔还有陨石造访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地面上经常落下一些十分奇怪的东西。本期节目我们就去一探究竟。巨型不明黑色物体。一名澳大利亚牧场主在放牧的时候，意外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黑色物体。这名牧场主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这是什么东西，他还以为是外星飞船或者是超自然存在。相关专家立即赶到了现场，经过一番考察，他们终于得出了结论：眼前这个怪异物体是一颗 SpaceX 卫星的碎片。截止到现在， SpaceX 公司发射的卫星数量已经超过了1200颗，卫星数量越来越多，故障数量也就越来越多。再加上太空垃圾撞击等原因，一些卫星的一部分有可能会坠落地面，当然其中大部分碎片都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了。在纳米比亚距离奥乔宗朱帕区的赫鲁特方丹不远的西霍巴农场中，一位农民在犁地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巨响，一块巨大的石头从天而降。这块石头落地以后竟然呈现四方形，经过鉴定，这块石头正是一块从天而降的陨石。截止到现在，霍巴陨石成了地球上落到地面上最重的陨石，整整重达60吨。在坠落地球的过程中，由于和大气层摩擦，霍巴陨石的飞行速度大大降低，因此才使其保存完整，而且大部分露出地表。后来当地官方将陨石落地周围100平方米的土地纳入了保护范围，霍巴陨石也成了一处比较著名的旅游景点。但是截止到现在，霍巴陨石的损坏程度已经十分严重了。天上掉下来卫星碎片，掉下来陨石，这些都能理解，但是天上掉下来一头牛，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。1997年，日本几位渔民在日本一处海域获救，根据了解，他们的船只被一只从天而降的牛砸中了，随后船只沉入了海中。2个星期以后，真相终于大白了。原来俄罗斯曾经用空运飞机运输了一头牛，由于这头牛在飞机中十分不老实，四处乱窜，机组人员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就将这头牛从空中推出去了，于是便有了上面的惨剧。